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1年了5月6号瑞芳瑞芳红鸟片了20:55刷牌有列车通过啊我们可白给他死我喜欢火车比较让他搞20:55了，我们还是准备有列车通过。什么车呢？啊，425啊，区间车，又是区间。425次吧，应该是。237哦，那不是加班车吧？普悠玛来了吗？还没来吧？好像礼拜五有一班加班的。真的？普悠玛在那个举光号的后面。真的？哎、欸，就这排哦。237是普悠玛哦。耶、yeah。2031天佑2032普悠玛直辆号在瑞芳瑞芳两边号已经通过了，谢各位。我下面跟猫仔们多多对我们的耳机光片，大家拜拜，晚上再见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我下面跟猫仔们多多对我们的耳机光片，大家各位再见。